我要问问你们谈恋爱吗？那不谈恋爱吗？那有时间吗？那你有时间谈恋爱吗？我没有，我天天都在。那为什么有谈恋爱的明星了？有道理啊，人家哪来的时间呢？哎呦，把教官说了一个行业哲理。会在就在站里找吗？没有，很少很少，很少，比较少，比较概率比较少。没有女警吗？有啊，整个站里有啊，那不是啊。哪儿呢？老师好，老师好。老师好。所以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有啊，我结婚了呀。哦，您都结婚了？对对。所以你要加快进程了吗？有一定范围的对象了吗？现在还没有想好呢。还没想好。对，在未来吧，我觉得在这边看演员。这大眼神已经不一样了吗？听听吃吃瓜，你别吃我瓜，我们瓜没你们瓜香。